灾难发生在2031年，那时候我还是个报社的小记者，怎么也没想到拯救世界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上证指数下跌60%，火锅店纷纷倒闭，商家福利回天，火锅盛世成为历史。成都 GDP 大幅下降，部分火锅店将成为历史。希望广大群众能够团结一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一定能够挺过难关。还我火锅！还我火锅！还我火锅！距离火锅消失已经过去3天了，大部分的工厂公司已经选择了停业。由于火锅消失带来的负面情绪正在不断扩大。18:03，成都火锅突然消失，有关部门已经介入。全国各地的同胞正团结一致，向成都送来大批的救援物资，希望我们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。全国各地的网友也给成都人民送来了寄语。我要献上一首歌为成都人民鼓劲儿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吃火锅了，一直等到你们胜利。八海你不懂爱，雷锋怕要倒下来。杨双，开门，杨双。你没事吧？他没了，火锅都没得了。我的腰都比我的肺牛我的金针菇都没得了。李远超呢？刘双，刘双，你怎么了？刘元超，你他妈去哪儿了？姚双现在在医院里面呢。杨婷，我下面说的话关系到整个地球的安危，我希望你放下个人恩怨。一定要仔细听我说，没得时间了。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次火锅消失事件完全是外星人的进攻计划。什么？外星人？没错，火锅只不过是计划的第一步。